找不到他，你少在我面前装清高！难道你就不想长生不老？你是谁？长生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 怎么了？黑衣妖来了，快收拾东西跑！ 小仙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逃出来的？婆婆他们呢？他们没事。太好了。公子在里面呢。公子在里面。公子啊！小仙姐姐，公子怎么了？公子已经好多了。灵儿，你再去采些草药来。等公子好些了，我带你们去见婆婆。那我去摘些草药，你照顾一下公子。